Hello，大家好，我是影子。然后今天我要做的呢是，还是NCT，这个是 NCT Dream 这个小分组。然后，这个我私下看了一下，然后他们这个 NCT Dream 他们有7个人，然后我听说他们都是未成年，对吧？然后之前有 NCT 粉丝给我科普说，这个组合就是一旦你成年就要出去，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企划啊，感觉比较新奇。然后我就搜了一下，然后里面有7个成员，叫朴智胜、钟辰乐还是月、李帝努、李东赫，叫凯灿对吧？这个人，这个李东赫的艺名。然后还有 Mark 李马克、罗再明和黄仁俊。然后我知道这里面有2个中国的小朋友。我可以叫小朋友、小弟弟，我比他们大。然后，然后我这个就是他们发的那个叫《Chewing Gum》。我之前知道这首歌，因为之前在有些颁奖典礼上有。然后我们现在就，但是我没有怎么听，你知道吗？就是 一掠而过。然后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三二一，Go！看我能认出来几个人，好少年的感觉。Mark，这个是 Y，这个是中国人吗？我记得，这是那个，这个是。不会又该全程认人了吧？这个好像也是中国的小弟弟。好少年感呀！好可爱！刚刚那个是黄仁俊吗？因为我之前有做功课，这个是凯灿。这个是，好可爱。那个是智胜，这个卷卷的头发，这个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呀、他谁？Mark，我最熟悉就是 Mark。是谁呀、钟辰乐吗？是那哎叫什么？是吗？哎呀，我不确定了。好可爱。这个是。好可爱啊！Mark，朴智胜啊，那个卷卷的头发好可爱。可爱。这个哇，跳舞，他是领舞吗？该好厉害，他这个舞蹈。这个是忙内和大，这个忙内和大哥的对视吗？我做了一点点功课。天啊！我尽管在看这个 MV 之前去，搜了一下每个人长什么样，认人，你知道吗？
我当时觉得我有自信能够七个人我能认出来个至少五个吧，然后但是在看 MV 动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搞混，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认出来几个，然后但我很确定的知道 Mark， 然后很确定知道那个卷卷的好可爱那个智胜，他应该是忙内对吧，然后对，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好有少年感啊，我觉得这个可能 SM 他们这个企划，哎呀我也不懂 SM 他们一直以来的那种套路，然后这个企划感觉好新奇，就是让他们先会出道的时候就先搞一个这样这什么企划嘞，我不懂，但是感觉他们这个年纪然后唱这种歌曲感觉真的很符合他们的怎么说那个年龄段的心情吧，因为怎么说未成年可能你让他们去说一些什么爱情啦什么学业就是不是什么社会啦什么那种感觉有时候会觉得很违和吧，就有一种小孩子装大人的感觉，然后但这种就好可爱啊，就是每个人看了就会有那种就是那种姨母笑你知道吗，就感觉好可爱，然后整个 MV 也很可爱，这个是他们一群捣蛋的学生在恶搞那个管他们的那个老师吗，那个老师是谁，是外国人吗，看着长得好像，对对，然后就看得很开心，然后我接下来会再努力努力认人的要当一个合格的二婆，对，然后谢谢你们的收看，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喜欢我视频的小可爱可以点关注点推荐。